八岁女星李嘉欣与富商许晋赫结婚十年，儿子 Jaden 已七岁大，但李嘉欣如同吃了防腐剂一般，岁月完全没在他脸上留下痕迹。日前他盛装出席慈善活动，冻龄美貌让网友赞叹不已，看完只能跪了。李嘉欣48岁美貌惊人，香港明报提供李嘉欣近年来也频被追问何时再度复出拍戏，不过他却表示现在很享受妈妈这份新工作，对演戏兴趣不大，除非遇到好的机缘。至于对 Jaden 的生涯规划，李嘉欣跟天下父母一样望子成龙，希望儿子承袭爸爸的衣钵从商，但儿子数学普通，反而喜欢阅读。李嘉欣也说，我们希望他将来做生意，不过是我们自己想，将来他想做什么我们也支持。此外他也透露儿子理财教育由老公负责，他只叫儿子不可浪费，曾带他的汤房香港租屋一种，平均居住空间约 1.34 平，既有厕所厨房，居住环境简陋，体验要儿子学会惜福，或带他去汤房体验，让他知道汤房小朋友不会拥有自己的乐器，都是借回来练习，他便会好珍惜，让他知道幸福不是必然的。